抵达小明家的两人因为没有钥匙正苦恼着要如何进到屋子里。找看看旁边有没有备用钥匙。哎，找到了。哇靠，这么容易，你女友也太傻了吧。这看起来是有人故意放这么明显的。算了，先进去吧。不过你真的不怎么了解你女友，你太有妹妹的事都不知道。她不太喜欢聊家里的事情啊，所以我也不太会问。咦，这种人都被猜过的信。是什么信啊？也让我看看。杀了你妹妹的人，就是你最爱的人。她最爱的，不就是你吗？到底是谁啊？这不是摆明想要诬赖你吗？怎么你就变成杀人犯了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查清楚真相。不知真相的两人在看完摩哥留下的伪造信之后，心急的只想快点找到小明，理清事情的经过。Thank you.